P2 编皮机是一款针对编皮废料提出有用料的机器，适合加工宽度80到350毫米，高度20到180毫米，长度650到2000毫米的任何编皮废料。送料装置采用输送带送料，快速稳定。压料装置采用带动力双次轮压料，快速稳定。